要去上山，很才这样子的。新的学步车，新的学步车在学习的，哇，再戴一个，对，戴一个南瓜帽。你看，要丢，捡起来这么好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丢你捡，他觉得很好笑。你看，又丢了。不想换尿了。好，好了，你口水这样这么多。很胀气啊，哈、哦！我七点半喝了200亿的奶，那九点要给他吃粥，他都一直嗨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嗨，可能是肚子胀气还是怎样嘞？肚子不舒服。嗯，今天没有大便，不然他一天都大两次的便。嗯嗯，全肚子不舒服啊。然后我等一下要吃粥哦。嗯，吃粥，我现在给他吃，不用吃啊。没吃啊，我姐姐去冲呢。嗯，太烫了啦。太烫了，他拿到这个盖子就行了，把它拔掉。嗯。上面这个，现在又想拔这个。还是要开灯，开灯。灯哈，你要开灯哈。嗯，把灯打开。就是要点灯，开灯就笑了哈。你好，长得这样啊，穿得这样很帅哈。对啦哈，穿得这样很帅哈。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。他想睡觉。嗯、我一点就睡觉哈，一点就睡觉。我看这个洗衣机在漏水啊。然后再用这个去勾它的泡沫啊，还很兴奋啊，晚上都不睡觉，还在这里踢脚，打打打打，快快！以前都不知道有厌奶这回事，养了三个小孩子，现在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晚上会睡觉都一直哭。早上。